我就想永远都跟你在一起，以后每天都像这样。你不知道平安夜有个永恒的爱烟火表演吗？听说一块看的人会永远在一起。这你也信啊？谁不知道烟花易逝，商家还真能做广告，还扯上永恒了。逆向思维一下，那一瞬间的灿烂不就是永恒吗？你这逆向思维听起来很像自我安慰哦。你开心，你相信，你喜欢就好。我就想永远都跟你在一起，以后的每天都像这样，好开心。我好像也好久没有看过烟花了。谁的电话啊？喂，干嘛？饶你，你在哪？我好像病了。你又演戏，别装了。没有，我真的很不爽，我全身发麻发热，而且出现幻觉。我喝了酒。你小孩子家家的喝什么酒啊？你爸他们呢？我就是看着他们在喝的，我一个人根本没人管，他们都醉得不省人事了。什么？哎呀，好难受啊！我真的快不行了，妖女，你快来吧！我现在有事儿呢，我帮你找静静好不好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你的细菌毒妇每次扎的人满手窟窿，根本不可信。如果你不来，我恐怕熬不过今晚。不过没关系，妖女，永别了。你现在躺在床上别动，我马上赶过来啊。拜拜。怎么了？出事了？小皇帝喝多了，我担心他会不会是酒精中毒了。李欢他们也喝多了，根本就没有人管他。我去一趟吧，我快去快回，一定会在烟花开始之前赶回来的。我跟您一起去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给静静打个电话，让她过去看一看，安顿好了我就回来。我一定会在烟花开始之前回来的。这么多人，一会儿该没有好的位置了。我马上回来，等我。好吧，那你路上注意点，早点回来，我等你。嗯。喂，静静，小皇帝喝多了，我担心他是酒精中毒，你能不能去看一下？好，我这就给叶波和鳄鱼打电话。喂，对，我已经进来了，你也快点吧。
上人的牙。
是妖，我是妖，我是一只爱伤人的妖。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喂，喂，人家，芳芳什么情况？没有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。你说奇了怪了，冯峰到家了还给我打电话了呢。我现在赶过去，我们在那会合。好，随时联系啊。妖你复活，我现在就要替天行道。蠢女人。